带你来这边吃一下别的东西。哎，美女，要吃辣辣米粉吗？平常就没有人回避，现在就有人。老板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辣辣一片米粉。辣辣一片米粉，酒香啊。这个，这个是上汤辣辣米粉。上汤辣辣米粉，这个酒香辣辣米粉。酒香辣辣米粉啊，招牌的。OK。他这边还有放那个姜哦。真的是那个辣辣比米粉还要多。怎么样？吃到？很好吃，你看我清空我的碗就知道，超好吃的，辣辣也超多的。对对对。非常的汤很鲜甜。觉得它的那个鱼片辣辣米粉是我最喜欢的，然后它的酒香我觉得是很香，好像有些外面市面上他们的酒味哦会带点苦，所以老板的很甜，它的酒，然后很甜，然后辣又多，哦，真的。真才是。那我发现哦，你这个汤哦是煲不到很久哦，是吗？是吗？一两个小时这样子。一两个小时，所以是叫上汤。干净啊。想问一下你啊，你这边还欠洗碗对不对？欠，你还欠洗碗的吗？欠洗碗的，大宝，喏、no, 这边。你以为我穷到要洗碗？